你怎么？我没事。捣乱呢！ 没抓到，好在这辆车上车牌了，可以按照牌照找人。我以为你多厉害。放心，有这车牌在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上车。你让我上这个车啊？对啊，快点。像这样的交通工具，安全性和平稳性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。你再墨迹，人都跑了，上车。